青年演员林峰，我第一次去中餐厅，好开心啊！这应该是中餐厅第一个镜头是吧？给观众朋友们深鞠一躬，谢谢观众朋友们观看，谢谢。疲惫的脸庞，早上8点钟就起来了，这个 GoPro 还变形，超级大箱，我们有，我一个人就有1、2、3、4，嗨，超重了吗？没有，在家里每个行李箱都撑住了吗？伴随着体重一起撑的。Hello， 初次见面，第一回见面，真是第一回。对啊，我怎么叫你就给我马克就右前右前？他们都喊你什么？马克和右前，马克，那我叫你右右。高原喊你什么？老公。但我不敢喊。右京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他做饭很厉害，是吧？那你做饭厉害？我做饭还行。那你备的什么样的菜？我备的菜是，相当于中式的沙拉，就是凉菜。完了，那你去别的。我们俩也是沙拉。你们也是啊，不会别的呀。